各位同学，请坐，即马开始上课。各位同学，请坐，即马开始上课。各位参众议员，大人好！哇，讲袂好势呢，我可能讲台语较顺啦吼。参众议员，大人大家好。啊，恭喜吼，咱做议员，搁而且吼，上届大个啦，因为安怎，所上届大个政府。诶，即个官员，咱拢会当叫来吼，甲伊接顺，对不对？是吼、哦，知影吼、哦，啊，看阮后摆啊，拢爱叫去问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诶要做一个参众议员吼、哦，咱诶起初我先介绍吼、哦，咱一个政府应该都有四个层面呐吼。哦就是讲四个项目吼，啊，四个项目呢，咱所知影的政府拢是政治啦吼，拢政治，咱大家拢知影，啊，军队嘛，大家拢知影，对不对？过来，较无清楚的讲经济啦，经济是大家拢知影，但是话拢较无重视，这拢是政策的问题吼，拢是民间较无去注意的代志。但是咱参众议员吼，咱这议员呢，上爱关心的，就是咱的这个经济啦。所以呢，军事咱会使莫去插啦，迄毋是咱的专长，对不对？佮而且呢，咱这个要佮有一个心理，心理层面一个国家是上界操控。咱所有一个政府的胜败，都是在心里。啊，过去我二三十年伫世界战略协会，在台湾分会。那么我是专门研究是经济跟心理，尤其心理方面哈。我是参与最多哈。啊，小夸目一点嘛哈。所以什么叫做心理作战呢？咱所有的。包括咱伫生活当中，逐工讲话拢是策略，都是心理作战。所以包括夫妻，包括兄弟姐妹，我们所讲的要达到目的，拢总是一种的策略，拢总是一个战略。所以呢，要达到你的目的，咱所用的武器是在口才。咱每一个人呢？口才代表伊的本领，过来咧，我们的文书、报章，尤其是报纸，啊，报即卖资讯就是讲电视，控制所有的人的头脑，那个叫心理作战，这是上界厉害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当了参众议员以后，在媒体、报章方面。咱就是爱去收集到所有的资讯，才会当让你掌控一个组织，掌控一个世界的资讯。所以一个资讯里面，让你们要来安怎来会当做好恁家己的职位哦。啊，咱即马因为这足重要的，而且。恁伫即个国会所有的决策，对一个国家的胜败都是非常关键。所以呢，
咱伫这个功课的进程，我先介绍我们妇女会，就讲妇女总会纲领跟政策。介绍这要创啥？因为后摆恁若无了解妇女会是要做啥物的时阵呢？啊，阮会足凄惨的，啊，我就免人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互恁了解了后，后摆啊。哎，第一，你袂讲啊，咱妇女的就是民间团体啊，互你知影，阮要做的政策，咱是对一个国家、对咱的百姓、咱的社会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你若认识了后啊，知影后摆也袂讲啊，阮妇女会要来实施什么政策的时阵吼。啊，恁拢敢反对，安尼阮就免做啊吼。啊，免做的时阵吼，毋是干那影响阮兜尔吼。每一个家庭，佮包括恁家己的厝，拢总是有影响着。所以呢，我有需要讲，互大家人来了解，咱妇女会啊，将来是要来做甚物吼。啊，阮也是介绍的时阵，哎，我这是阮妇女会的典范啦吼。就是阮所要学习的对象吼，啊，即三尊大妈、二妈、三妈安尼吼，吼，啊，即秀出来，你就知影讲，啊，妇女啊，咱头壳吼，嘛是袂比咱查甫的较歹哦吼，啊，所以爱后摆啊多多甲阮照顾，啊，佮而且呢，咱即三尊呢，毋是比查某较厉害，但是查某呢。人伫外口拢讲上未上标对唔对？迄咱是成人啦吼，啊而且呢，相拍嘛输人嘛，啊所以阮嘛未讲吼，啊查某的拢大家吼，安尼白上天去吼，查某的呢，在办事方面吼是无差啦，啊各种方面咱有差，所以咱嘛希望讲，咱查甫的参众议员吼，啊甲阮。妇女多多照顾吼，咱这个妇女的目标就是讲遵循国际女士会，与国际接轨，加强外交，提升政治经济交流啦。所以讲，若无邦交的所在，咱嘛会使用妇女会，咱去甲伊交流，然后吼拼这个经济，然后咱就是该接跟这个政治来结合。吼，这就是讲，最高的层面我们要做的部分，妇女会也这个职责。啊，来，咱就是讲，妇女会的功能呢，协助政府政策落实，照顾百姓为家庭、社会某福利。这个妇女会呢，是争取咱的民间所有的百姓的福利的，唔是咧抽税的。吼、哦，阿妈唔是咧讲拍卡称的啦吼，拢唔是啦吼，阿妈唔是咧建设的吼，咱就是讲要安那照顾。咱下面我们再来介绍第三点，讲性别平等，为妇女争取应有的合法权益。就是讲咱妇女呢，该得到的吼，人像日本来讲啦，咱比较一种吼，妇女伫即个囡仔教育生的时阵，咱家讲有产假。但是咱啊教育当中吼，囡仔以咱的这个遗传学，咱的胎教，咱教来的，小孩子三岁就定型了他的个性，就是讲三岁定终身啦吼。咱这个咱的个性，就是伫三岁的形成这个教育当中，妇女是非常重要吼。咱拢不管是爱甲教育囡仔，所以有可能人日本的。妇女拢是伫厝伫教囡仔啦，啊，这个中间请假了后吼，伫伊三岁了后去上幼稚园啦吼，这个母亲要恢复她的职位是有法律保障啦。啊，咱家你请遐久，伊就是甲你辞掉啊啦吼，那个叫性别不平等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合法权利咱爱争取，啊，过来。家庭暴力嘛，吼，协助政府保护老弱妇孺，就是讲，咱查某诶，我拄只有讲过啊，讲小怕拢输人嘛，吼，所以吼，咱即马就是讲即个暴力，咱卖讲吼，咱做官做足大都无暴力哦，每一个的人的修养跟情绪控管，吼，
拢每一个人无一定讲伊读足济册，伊官做足悬，就不会有暴力。恁有听过连战拍某无？捌听过吼？我特别拢讲这伊可能连战会足切我吼，所以是足济人哦，啊，我拢比这尔啦吼。所以讲吼，咱讲话，因为这媒体，我们都世界直播，一定要有证据吼。那无咱袂使去讲指控对一个人安尼吼。啊，那有人有时会去用告呢吼，来提升女性素质以及品德教育吼。咱的品德道德教育吼，现在都丧失嘛。有囡仔讲讨老爸老母讨无钱，拢该杀死有无？后摆啊，咱的参众议员们呐，吼，这吼绝对吼爱抓来拍脚床，对不对？足严重诶，甚至要枪毙哦，吼！道德为什么会那么差？因为咱即卖老母呐无倒趁钱吼，干那靠翁趁钱无够食饭啊！这是国家政策的关系啦，害咱台湾人吼讲趁钱袂赴食饭，尤其没有精神生活啊！咱就是讲政治恋意，过掉唔是是人的过的日子啦。我们是每天只有混口饭吃啊，吼、哦！咱这是真正，这个政府讲没有走路吼、哦，我们全部不会放手，也不甘心吼、哦。所以，予咱过这种的日子，咱女人的世俗甲道德教育，我们一定要来遵循。然后要提升，咱爱非常来诶钦佩这个日本的道德教育。日本从小小孩子，伊就是以廉耻跟道德教育。每一个什么代志做唔对的，讲哟，足歹势，足歹势，对不对？二舅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讲，下子卡死安尼啦吼。啊，咱家吼。拢教迄枪支拍袂过呢，面皮枪支拍袂过吼，做唔对的吼，拢搁编的吼，讲伊做对的安尼吼，这是绝对是败类吼，社会因此而败坏掉吼。咱的道德呐是没有提升的话吼，各行拢不对劲，而且会对立，而且会争斗，这就是讲吼，咱后摆啊要助力。台湾民政府，我们要治理台湾，咱上大上大爱去提倡的这个道德教育，要由女人开始。因为囡仔细汉，你若教，讲细汉得偷万步，啊，你若无教，后摆偷牵牛吼。所以讲，这一定爱靠咱女人去处理，因为查甫男主外，女主内嘛，吼、哦、啊，女主内虽然你是咱是职业妇女，但是。女人呐、啊，这个小孩子的教育、生活起居打理，你不能分工合作，一定分得足清楚。查甫呢，赚无钱，上报纸搁减落，嘛爱赚顿啊。查某的，你无另外无用，囡仔教育、生活起居打理，一定是女孩子要负责啦吼。即摆咱离婚足济，对不对？无离婚的工作奇怪啦。所以讲这是什么社会吼？所以呢，咱查甫查某离婚不管，小孩子是政府的宝贝，就是一定袂使丢给政府跟社会来负责。所以翁仔某恁爱是恁的代志，但是生出来嘛是恁的代志，爱负责啦吼。要负责，那么我们要从教育开始，从女人开始，咱妇孺来个第六条，我们妇女的职场保护。就是讲，咱查某的真多、尤其医护人员吼、哦，我伫病院上班拢有注意到吼、哦，女孩子的工作量拢总是太超过了啦，超过迄就是讲职场的保护，我们妇女也要来关心吼、哦，啊来健康养护教育啊，这就是爱认识疾病医学跟健康医学的不同，所以咱。即阵的健康呢，拢是用医学、用疾病医学来处理。好，咱今仔日嘛有台南的医生来嘛，对不对？咱的医师徛伫对，坐伫倒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咱疾病医学不能处理一切，所有的病呢，咱古早哈，中医都有至理名言，就是
讲甲足清楚。真医真药医假病，真病无药医，这有听过无？啊，真病无药医，迄是健康医学呢，迄毋是疾病医学呢。啊，疾病医学叫做假病，假病毋是你的身躯家发生诶，那叫疾病医学。即马台湾是安怎？就是伊政府的政策毋对，伊支持的就是干那疾病医学尔。你什么人去，拢总爱食药啊？吼、哦，食袂好伊嘛，摕你当去食，无伊免啊，甲健保局请钱啊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导致于人民健康受损呐、啊。所以最后阿伯啊，恁嘛是，若果有安尼医生嘛爱掠来拍卡床啦吼。但是政策恁爱先改变啦、啊。健康医学是不同的一门学。诶，学问，那欧美呢？疾病医学读了，再搁再读健康医学。那么健康医学呢，叫做真病。真病是你自己身体所发生的，你是外伤引起，还是讲内伤所引起？你外伤就是咱一般跌倒去，吼，还是撞到弄到外伤所引起的？你就是硬化、退化、老化。迄食药啊，绝对无效诶！你要加食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今仔毋咧讲健康教育啦，所以咱是大约讲一个，你们一定要很清楚，一定要来改革。所以呢，咱真病无药医，你绝对袂使阁用药来食。那么，咱诶政府不给付啊，啊，他给付伊拢官商勾结，就是拢甲药厂勾结尔嘛，药爱烧较济出来，因较趁钱嘛。所以每一个人去，伊要领三工，互你一个月啦，啊，食好死因领导的代志啦，这绝对一定要来改进吼。那妇女会，我现在结合很多医学博士吼，我们来要改革这一个区块啊。所以参众议员们，您一定吼，若要把这个台湾，不但咱的经济要健康，咱一定精神要健康，搁而且身体最重要。那无身体咧，什么都没用哈。咱做官较大，啊，搁钱赚较济，拢总甲咱无关系，拢无效哈。所以来，咱搁来推展文化、语言、艺术，就是讲咱即马外籍新娘足济嘛。所以呢，咱唔是个咧文化，咱因为安那生活艰苦，变安那有文化。一天到晚吃饭都袂富气啊！啊，要搁再来看什么艺术啊？看什么学什么文化？所以没有精神粮食，咱的精神粮食啊，吼、哦，精神的这个粮食拢无，快乐的拢无，逐天拢咧吃苦尔尔，这是什么世界？啊，唔是世界人为拢足快乐啦，咱这是什么国家？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一定爱来改革，哦，和每一个人。伊伫即个精神上，会当得到文化跟意识的气息来，来调试。咱若无来调试呢，敢若逐天讲煮饭、食饭、煮饭、食饭，啊，都甲一般动物吼无两样啊。咱是人呢，我们是最聪明的，而且吼、哦、指导所有的动物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鬼的感应同款，安尼开导人。啊，无采咱拍拼，甲咱台湾人拢做二十四小时的呢，吼！啊，过遐艰苦是安怎？因为咱所赚的血汗钱啊，拢互白使去啊，白了了啦。咱就拢一直吼爱付出尔，啊，拢无收入嘛，吼！来婚姻建构辅导法律道德规范，咱就是讲吼，后摆呢，我讲吼，咱即摆离婚的足济，啊，查甫的呐，无某的来我遮登记安尼，好无？啊，查甫的无安尼来我遮登记吼，啊，我不是要做媒人而已呢吼，但是我无赚红包的吼，花拢总是服务的啦吼。咱呢要办结婚也无要紧，无办也无要紧，来我这妇孺服登记，讲我很爱他，我会对他负责。啊，若无爱枪毙，安尼我就配合恁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一定爱和乐。一定要有好的家庭，因为安那无翁的也足郁卒的嘛，无某的搁较郁卒，对唔对？啊，安尼咱要开有平静的社会，啊，搁而且呢吼，这个政府你拢嘛是咱的每一个人组成的嘛，而政府是一个名称尔呢，我们的个体是在于家庭，我们每个人
拢爱过了，祝福如果祝快乐，安尼咱才有好的社会，才有好的国家，对不对？啊，安尼我讲，大家有赞同无？敢有人要来我家登记？会使吼，哈啊，所以我嘛是爱稍微评审一下吼。啊，素质有没有相当？啊，无那讲三句就烧麦，我足费气的呢。哪里好，拢因家的代志拢无找我，啊，那冤家拢找我，我足麻烦的吼。好，来，啊，那就是讲，婚姻建构，道德规范，我拄只有讲过，日本的法律有男女分工合作，我们以后也要遵循。因为咱后摆啊回归日本的时候，哈，咱是日本秘书长讲，咱安尼记对唔对？咱是日本的臣民嘛，啊，做人个安尼记，啊，是毋是爱学好？吼，所以讲呢，无人可能无敢认同哦，日本人哦会气嫌咱呢。所以咱吼、哦、每一个人呢，咱的素质应该要提高。我拢讲拜托大家吼、哦，啊，穿哦水水啊，逐天照三遍，照镜照三遍吼、哦，讲我安尼有成，意愿无？有升大官无？安尼好唔好？那我即马安尼看起来是拢足标准啦。啊，平常时啊吼，无要来遮吼，有可能就会失误啦吼。我最近有咱的大官吼，啊来阮兜吼，我讲，你看起来无升大官呢，后边袂使穿安尼。你若穿安尼来，我唔敢给你介绍咱东西咩？吼，伊讲好安尼呢。啊，这平常时你甲看秘书长就好。你唔捌看伊穿凊彩啦，你个歪鞋子嘛足水个，对唔对？吼、哦，所以他是我们的楷模吼、哦。来，啊，咱即马下一个题目，咱就是讲，咱要安来做议员，吼、哦，要安来做大官。来，个帅哥，下一个题目，咱就是讲吼、哦，第一呢，咱即个要来做官吼、哦，咱就是讲。我们要领导嘛，咱即马做议员吼，咱是一个领导人。每一个议员呢，30万人至50万人，而且我们要做的官吼，总是咱是代替人民要来发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议员呢，靠啥食饭？靠一支嘴吼，我的耳朵足巧，就讲嘴啊吼。啊，所以嘴是咱家的门呢，门爱关啊，好无？无插来去吧嘛吼。来讲，伊就病从口入哦。啊，咱即满呢，祸从口出都唔对，所以呢，要讲出来拢爱作注意。咱的嘴型拢会使啦，但是绝对莫讲唔对话吼，讲唔对话，报告唔对，嘴型唔对，咱家己爱下台吼。咱无简单呢，讲。得到这个地位吼，啊，咱搁在秘书长讲，咱这四千个拢免退休的呢，所以我希望咱吼每一个人参众议员拢健康搁食到百二，安尼好唔好？吼、嗯哦，所以咱做较久，领较济啦吼、哦。啊来，咱就是讲吼，咱要讲话，议员参众议员是唔上了批评的，啊，批评爱方法爱搁在。讲了对呢吼，所以咱即马即黄世民，你知吼？啊，黄世民啊，就讲了唔对话啊，啊，所以即马判一年2个月，对唔对？这是上近的新闻啦，以前嘛是足济嘛，所以讲吼啊，唔是讲我说了就算吼，绝对是一定爱好好啊研究讲啊，咱批评吼一定要准确，然后切记批评不准。就是以事实不符引起反感，要求根据哦，就是讲讲话，就是爱有证据。像我拄只讲来讲，连前拍某，迄大家拢知嘛，这有证据嘛吼？以前的新闻甲调出来嘛，要有，所以伊袂敢讲。啊，你若是吼、哦、要点名的时要讲课吼，啊，你去指名吼、哦，如果无证据吼、哦，那就非常严重哦。吼、哦，咱职位会无去哦，会做无彩的对无？哦、所以讲，讲话绝对一定要有根据，吼、哦，唔是反感尔啦，一定搁家己有代志吼。来，第二点就是讲点到为止，暗示
要具含蓄间接的特点，要懂得迂回，不能说穿说破。咱就是讲，以前吼，咱无做参众议员嘛，咱凊彩讲啊，小哥哥哦，别讲我无要紧嘛。但是恁即马是金嘴呢，酸椒嘴啊呢，讲出来会死人的哦，吼、哦，足严重哦。有因为你一句话断送一个人的前程哦，无定干那一个尔，会死一家，甚至恁讲出来政策会死一个政府哦。哦、所以讲咱即马就是讲讲话嘛，点到为止哦。哦，以上的这个这条件以外，咱就是讲讲话袂当讲甲破，佮讲甲穿，拢总是爱细腻去讲哈。才能免于伤害下属。咱即马在讲的是讲下属，啊，咱是讲针对整个国家的政策，然后谈话要技巧。袂使硬干啦吼！一个代志你要做啊好，想要做，就是你嘛是爱时间地点，一定爱做了好。所以讲吼，袂使讲凊彩讲讲的，啊个啊控制袂调家己的情绪，你想要做我都一定要达成。啊人讲，较早讲安那，食紧安那，弄破碗吼。所以较早的礼仪是有够好的吼，咱的典故拢。爱了解，来说话袂使讲死，无退路。啊，对下属来采取弹性的政策，掌握尺寸，讲究分寸，做到言准确啦哈。话语要准确，态度要诚恳。咱就是讲，讲话袂使讲甲死，无退路。咱即摆比论哈，咱的谢长廷讲，伊若选无着。因伊就是要退出政坛，啊，即摆互人伫遐咧讲讲迄落啊，阿摆迄落戆话唔好讲吼，啊，讲啊你讲落吼，讲啊即摆高低插人都，啊你咧讲话呐，我们当官要一言九鼎，吼，啊讲水泼落地咱低收啊吼，咱就是金无戏言嘛吼，金无戏言，咱讲出来都爱损损啊吼，所以即讲话。啊，个爱态度爱好啊！领导的话是一个操练舌头的灵活战术。咱即个人讲，即个讲话讲喙齿拢较尖吼，啊，就是讲一定爱练呐。咱语文就是靠嘴巴吃饭的嘛吼，所以讲咱一定爱有一个战术啊，谁？战啊，选言法啦，就是一定袂使讲你安尼直直去，哦，一定要讲话很婉转，但能维持团队的利益。就是每一个行讲话出去，不是为了自己。你若为了自己吼，我拢讲安那，逐行拢顾恁迄家倒带出做家长倒啊嘛吼，吼。所以就是袂当做大家长，啊，做小家长尔尔啦吼。啊，咱大家长就是爱为团队的利益来着想，可以说是一种常用的外交语言呐。所以呢，咱讲话嘛是一种的外交嘛。啊，看人会好袂好，就是靠这个外交语言咱来达成吼。啊，讲话呐讲落去，人听到拢足讨厌，人敢会看你交陪？袂嘛吼。所以吼，语言，咱这虽然咱食这话，大家拢知嘛。啊，为什么我要讲这個？因为咱拢无去注意，因为咱较早毋是做语言店的，所以即马无同款吼。啊，就是一定爱注意。咱若听讲即课了后呢，要牢记在心里，凡事要想到我，你就知道话不能乱讲，安尼对不对？吼。啊，话匣子不能乱放，有时间要打开，有时间要关闭。话匣子是一种颠覆不破的真理，就是讲，咱有时开门，有时关门，甲咱家的门同款，该开的时阵开，无该开的时阵门乌白开，就是讲话不能乱讲，因为安那话乱讲，咱会得失别人，会害到别人，甚至
后壁会害到咱家己。所以我拢时常讲咧，杀人一万，神己三千哈。尤其咱讲话哈，时常讲眉眉角角，啊角角会伤人哈。来，咱就是讲要安那做一个领导者，就是做一个主管。佮而且呢，咱议员嘛代表一个地区，诶，足大足大诶主管哈。那个说话的场合，咱有足侪拢爱注意哈。即、这个有一个家己诶所在，外人诶所在，这是足简单诶，但是一定爱注意，袂使讲。在家己的所在，外口的所在，一定要分清楚。有正式的所在，跟非正式的场合，咱庄重的地方跟随便的地方，一定要分清楚。喜庆跟悲伤啊，咱议员拢时常哦，去讲念香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去念香，你去讲哦，拄啊外欢喜，拄外喜，讲啊笑眯眯安尼，敢有适合？无适合。人呢？在丧事的时候绝对不能讲喜事，喜事的时候不能讲丧事。吼、哦，这每一个人拢一般拢知影，但是我嘛，佮发觉足侪人，无去注意哈、哦。我以前吼、哦，伫台北开起可拢做日本人，因一个团体来去嘛吼，一团的人，因厝里的人有个发生讲，有发生状况，规暝昏，你知影因足爱啉酒的啊？当中无出去，咱台湾我看到啥，来穿白袍啊做竞赛吼，啊饮酒饮到面红光光去咧穿白袍啊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啦吼，即会予人作歹个观感。来，礼貌不分地位，身为上司必须凌驾于下属之上，就是讲咱即马做遮大，咱爱个比。无做官的人，一般百姓，搁再较有礼貌，吼、哦，哎，凌驾之上，吼、哦，在个人的修养下功夫。咱较早若讲，不管讲伊什么的外歹脾气，咱即马用假的嘛，爱假要成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，若要发脾气，你等下恁家门关起来，啊，搭将恁家的壁都安尼，你较袂无头路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，啊，显得要高人一等，吼、哦，这一定。咱一定吼、哦、爱有迄个气度啦，啊，个而且吼、哦、风度啊，所有的修养都一定爱去提升。来第七个，咱就讲左右为难吼、哦，丧失权益，只有这举棋不定。我们一个政府也好，一个团体，拢想在行一半棋，所以讲我们就是说。要适才适用，但是今天来的人认为你们都有能力做参众议员，所以您是对一粒棋啊，我比一棋可能是跑了哈，跑无论对一只吼，拢天好甲跳来跳去，甲伊食起来啦。吼、哦，我是无啥养家己，但是我知影，吼、哦，有可能吼、哦，议员都是跑小工吼，看那像较少呢啊，但是滚下去有你。和你上掉，你又那使甲剁掉了吼，所以呢非常厉害吼。所以讲，咱就是做代志袂使犹豫不决，安尼意思。那个判断力，我们一个人的判断力，就是你的智商啦，不是知识，是智慧。所以什么叫智慧？就是你的判断。黑白爱分会清楚啊，咱有足大个吼，啊人讲嘞啊都走出去啊，讲咱家拢。诈骗集团有无吼？那个就是智慧有问题，因知识作官都是留美，然后拢摕美国的迄落嘛吼。所以讲判断力是咱的智慧，就是每一个人无相同，所以讲爱袂使失去信心，做出正确而且及时指导的能力。咱即马若接到。代志的时阵，你一定马上要分清楚，袂使犹豫不决。犹豫不决表示你没有能力啊！吼、哦，所以你像讲，阮过去我伫开刀房吼，你即马才要安怎，即个答要安怎？
你袂到啊想一步啊，人都回头甲死去啊！你这样讲啊，太对一位较拄好吼，安尼绝对是袂使吼。尤其是议员的时阵，人甲你诶、有人甲你讲一个代志的时阵，你一定要去判断。哦，袂使偏啊，看你行，你要有自己的主见，然后袂使失误哈，迄最重要诶。来，以上是永远不再犯啊，以下是彻底要改进的啊，咱诶条件呐哈，就讲目无全局，忽视一盘棋。我们政府是一个，时间够啊，那遮少，遮咱。啊，看看会得啦吼，就是咱一定爱有团队，所有的眼光，我们要放眼天下，不但我们台湾政府整个不要以个人为主吼，啊来主观武断，听不进吼别人的意见，袂使袂使盲目决定，啊袂使武断来定一个案子吼，来啊来讲先入为主袂使，你爱听别人的意见，袂使讲我做。我讲安尼就安尼，公司一定要兼顾，来犹豫不决，不能当机立断，哈、哦。所以这嘛是，到了嘛哈，后摆哈，有机会咱再过来研究了哈、哦。我相信讲在座的各位参众议员们哈，拢是比我较有知识啦哈。啊，但是我讲的就是讲，让你们重新检讨跟注意而已啦哈、哦。就是讲后摆啊这。吼、哦，是咱做参众议员吼，足、哦、爱去注意的事项吼。多谢到各位。